现场一共有三个爆灯装置。灯，就是说如果跑到那边的话还也能爆是吗？你去呗。还有盏灯在非诚勿扰那边。我觉得嘉哥说的很对，他说我们这样显得单依纯是最成熟的一个。小善帮我们选一首歌吧，这么成熟稳重。三号。那我先表示一下，我会抢。谢谢你。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有个很具体的画面感在脑袋里面。你聊好久啊，他不会已经在编曲了吧？哦，那我们是最近的玩了。